赖清德今天是这个执政第二天哈，这个两岸啊到了这个谷底啊，立法院一团混乱。亮哥，嗯，这个韩国瑜市场有做几个动作是对的啦。第一个就是不再就清点人数到此为止，嗯，啊，所以不准再提清点人数案。那第二个就是每一个条文，每一个党限制一个人出来说明，嗯，啊，那刚刚宣布。会投票投到今天晚上12点，啊，那要拼啊，因为他今天有50条条文要处理，啊，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路表决啦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外面有一大堆谣言啊、传闻啊，说什么没有公告、没有讨论，或者每一个条文都被放大渲染啊，实在是看得受不了，连我老婆都整天在跟我吵，因为她都收到假讯息这样啊。我说钟嘉宾是被陈金辉拉进去的，连这个都出来了。我跟他讲说，拜托，他踩在医事人员的桌上，人家要把他拉开，不然医事人员怎么做记录啊？连这个都可以乱讲啊！不管了啊！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里程碑的投票了，就国民党非胜不可，因为这个就是确立是不是实质的国会多数。如果你让民进党达成目的，给你拖，哦，拖到礼拜五，拖到下礼拜二，那我跟你讲了，那民进党就得逞了，展现他的威力了。这个立法院都是这样啊，就是需要在每一次的作战里面去确立双方互动的模式，真的是这样啊，哦。那以后那个柯建铭要一天到晚假动，民进党内就会开始有不同意见。因为他就住在青岛东路4号，对啊，他走过来就好了。是啊，人家要从南部坐高铁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又不是区域的，人家是区域的，人家要跑选区啊，哦，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投票就是立威的投票了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速战速决。这个批评合理，我们傅昆萁都要从花莲跑来回来的。对啊，那柯建铭坐在隔壁啊。对啊，就这样。不，傅昆萁这一次，我觉得。我们不要批评他东跟西了，光是能够把蓝白弄成一支军队，这个就是他的贡献了。这个很不容易。对你没有成为一支军队，你什么都不要讲了，你个人表现再优秀也没有用，真的是这样。好，委员怎么看啊？当然在里面这个人数不够嘛啊，所以现在就动用外围团体，对吧？号称民团、公民团体，感觉上民众走上街头要支持民进党。不过当然大家细看了，都是民进党，其实叫侧翼应该是比较准确一点啊。你怎么看待？大家想到太阳花，不过这次这个太阳花这个有点这个高龄嘛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看太阳花凋谢了，放太久了。这个能够成气候吗？我很乐意它成气候啊。我大概2天前、3天前，我一直在讲说，请大家到立法院前面去当新的太阳花，赶快去。哎呀，奇怪，现在赖清德当家，哎，对不对？如果是马英九当家，我这样讲就不对了。那如果赖清德当家的话，哎，记得这个时候的这个电视机前面的太阳花，你们赶快跑到立法院前面去了。我乐见你们共进太阳花，我乐见你们在创造台湾的国际大新闻，看社会国际上怎么讲。所以很简单啊，试试看啊，看你们讲什么。你们再造再多谣也没有用。为什么？一上次大家有一个很奇怪的气，对马英九不太爽那个气，所以哈，很多人呢，这个你讲我讲，也不是真的反马英九，不是真的反胡茂等等，就去闹起来了嘛，哦。那这也是好啊，你闹的就摆着让你闹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阻挡你呢？你最好现在给我冲进立法院，有本事你冲。你看像 PTT 那年轻的乡民哦，真的，我觉得冰雪聪明，个个大家都好期待，有没有？执政党去瘫痪自己呀？对啊，我也好期待，我跟乡民我一样，这乡民都是我的这个同胞兄弟啊，对啊。哎，我也都这样讲。你是不是也是太阳冲啊？赶快冲啊！10000个人冲进去啊！你怎么是不是讲过我一样？对，你们上面都有账号，都有账号。不是啊，你民进党要把闹笑，我们就把笑话闹大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你民进党不要脸，我干嘛要脸呢？台湾自己不要神预算啦。对啊，哎，总统是你在当，哎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摆烂啦。我担心什么？我担心关心预算吗？
我关心是什么 ACC 人事权吗？ Who care？ 你都不 care， 我 care 什么？对啊，本来就总统是你在做哎、欸。对啊。对，接下来还有一大堆人事任命案，不是吗？监察委员马上到了，完全忘了自己执政啊，完全忘了。还领导的代志，公干白天的，对不对？你家的事嘛，要摆烂就摆烂嘛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不是说台湾是我们的家吗？哎，竟然是我们的家，哎，护长是你哎，对不对？然后管钱的是你哎，会计也是你哎，出纳也是你啊，闹就大家来闹，担什么心啊？对不对？所以那些老太阳花、小太阳花呢，都没看到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哈、哦。民进党，你除了这一招，你还有没有别的？那个是柯建铭十几年前玩的游戏，你现在还拿出来玩、啊？就这样啦，也没别的啦、哎。对啊，所以今天动员也都是来，这个年龄都蛮大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他们刚刚在一场演了一场小太阳花演讲、哦、就民进党自己在那边，每个人都拿一只太阳花这样。太阳花是好生意啊，九万变二十万嘛啊、哦！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、哦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哦，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